没，他爸今天是笑笑和乐乐的生日。康初带两个孩子回来了，他说呀，以后孩子们的生日都回马尔康跟咱们一块儿过。好，你呢，尽量早点回来，顺路买个生日蛋糕，要买大的。哎呀，放心吧，行，我知道了。上面写上“乐乐笑笑生日快乐”。哎呦，我知道，行了吧？ 哎呀，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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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乐乐，向他许愿。哎呀，康初啊，我听你阿妈说。 以后你打算每年都带孩子到这边来过生日，这太好了啊！马尔康这边热闹，孩子们高兴，那我们也高兴。以后呢，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啊，你阿妈也说了，以后会多抽出时间到卧龙去帮助你。这也太麻烦阿妈了，呀，这都是应该的。一家人没有那么生分啊。是，大嫂，有空啊就带孩子过来玩，二哥做饭给孩子们吃。 然后你也能放松一下。好，乐乐，笑笑，那以后咱们多到爷爷奶奶家来玩，好不好？好。哎呀，嘿，嘿，小鼻子真不错。阿妈，康初，以后放寒暑假呢，你就把笑笑和乐乐送到马尔康来。 我帮你带着，也可以帮他们辅导一下学习，这样你就可以放松一下，你太累了。阿妈，你真好。来，坐这儿。阿妈，嗯，这人人都说婆媳关系难相处，可我觉得，您跟我的亲阿妈一样对我好。你本来就是我亲女儿嘛。哎，你从小就没了父母。 阿妈本来以为你跟魏周结婚以后就可以有个幸福的家了，可没想到，哎呀，这人生真的是无常啊！阿妈想跟你说呀，你还年轻，不要因为放不下魏周呢，就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给耽误了。 如果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就再找一个。阿妈，你说什么呢？我是认真的。啊，阿妈，我嫁给魏哲这几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幸福的日子。我们两个还有两个孩子，我想把乐乐和笑笑好好抚养长大。再说了，我想一直是杨家的人。 不想因为一个外人而失去了这个温暖的家。哎呀，我不嫁。傻孩子，你本来就是我们杨家的一员，这点永远不会改变。阿妈，你就是我的亲阿妈。嗯。袁大同志。 最近我们阿坝州发现了锂辉矿，在上一次的政府会议上，有同志提出要开采锂辉矿，你是怎么看的？相关的申请报告我看了一些，唐副书记啊，我想先跟您汇报汇报我的这个想法。开发锂矿嘛，这无疑是对正在崛起的阿坝州经济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呢。 从目前的开采技术来看，这势必又要祸及水资源呢。咱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这个经济效益就把水资源给它破坏了。阿坝州嘛，既然是中华水塔，那它就更应该为下游的成都平原的水清洁而做出自己的牺牲。所以我更加坚信，发展旅游事业是阿坝州唯一可行的方向。说的对，我就是这意见。是。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保护环境更重要。与此同时，我们泉州旅游开发的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一点。明白。这样，我督促一下旅游局，让他们呢再拿出一套新的旅游规划来。 谢谢局长。这回就彻底调回阿坝州工作了。是。好，好啊。哎，对了，州委州政府通过了杨富州长提出的外迁工业开拓旅游的提案，准备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且提出了景区升级、服务升级和体验升级的要求，目的很明确。 要打造一个全域旅游的阿坝州，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孤立的景点，而是把整个阿坝州打造成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州委州政府啊，决定让我们局尽快起草一个全域旅游的方案，报到州里去审议。局里决定让规划统计科来起草这个方案。你刚刚调到科里，有什么想法？ 和建议，尽可以提出来，啊。行，郝局长，我会尽。那么晚了，小柔怎么还不回来？你忘了，小柔今天跟小周见面。哪个小周？就是我同事给她介绍的那个男朋友啊。这个孩子啊，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而且以后也会出国，对小柔也特别体贴。哦。我觉得小柔对他的感觉好像还不错。哦。我就跟小柔说了，你这一辈子。 总不能掉在杨耀州这一棵树上吧？谁呀？小杨，不许接。 他现在找我，肯定有事。行吧，那你告诉他，我女儿现在有了新的男朋友，让他别惦记了。喂，夏老师啊，我是杨耀州，您还好吗？好久没听见，你叫我夏老师了。夏老师，我知道这么贸然的给您打电话。 有些不妥，但是我想跟您说一件事儿。你说，前段时间我大哥为了救战友牺牲了。你大哥牺牲了？我跟我大哥的感情是最好的，当初能上南京大学，全靠我大哥支持。可是他现在走了。
留下两个孩子，我大哥一直希望我可以留在阿坝州工作，但是我没答应。现在我知道，我应该为我的家庭、为阿坝州尽点责任和义务。这件事，你和小柔说了没有？ 我告诉他了以后，他会不顾一切的推许跟我回到阿坝州。如果他跟我回到阿坝州，那他的前途和事业会受影响。贾老师，所以这件事呢，我跟您说，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保密。小杨，谢谢你在那么悲伤的时候，还能为小柔想的那么周全。 你放心，我们会保密的。好。哎，对了，夏老师，那个小柔最近，她怎么样？还好吗？小杨啊，你回了阿坝以后，小柔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刻，整天以泪洗面。本来呢，我是想要骂你两句的。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你都是为了小柔好。小柔她现在慢慢的已经走出了这段阴影，也有了自己新的感情。对方对她很好，你就别担心了啊，小柔。 小柔，不是一起去吃饭吗？怎么这么快呀？我有点累了，也没什么胃口，就想先回来休息。 小柔，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怎么？他带我去了玄武湖，我以为我能把他给忘了，但是站在玄武湖边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原来我们之间有那么多难忘的回忆，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回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不用担心。你说小周这脑子，南京那么大，怎么偏偏要去玄武湖啊？我之前我还暗示过他。哎呀，这不怪小周，小柔心里放不下小雅，去哪儿都没有用。哎，你千万别把小杨他大哥牺牲的事告诉小柔。当然了。 我不会拿我自己女儿的前途和事业开玩笑的。原来呀，我还挺恨杨耀州的。现在想想，其实他是真的爱咱们家小柔。哎呀，这两个孩子都不容易。 郝局啊，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嗯，不错。哎，姚州啊，这份计划书啊，能看得出来你是花了精力、花了时间、用了心的啊，很有想象力啊，不错。哎，对了，过几天啊，州委州政府有领导过来听意见，你就给他们把你的想法给介绍介绍，好不好？ 谢谢郝局，如果您也认可的话，那我可以把这个做成PPT 来展示，这样他们看着也更直观一些。好，不错，啊，我满意。谢谢谢，那我先走了。哎哎，等等等等，哎，这个呀，是我爱人做的酱牛肉，尝尝。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太香了，跟我阿妈做的味道很像。那就对了，他的拿手。哎呀，赶紧总加班啊，给补补，当宵夜。来，哎呦，好，就这个，拿着，这是命令。行行行，赶紧忙去。好，那我走了啊。哎，全域旅游的核心不是某个景点的旅游，而是全州的旅游。如果一个景点。 都是一颗珍珠，需要一根线把它们给串起来，阿坝州的旅游景点基本成型了。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交通，我们建议将来在汶川啊打造四条高速公路。这个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从汶川到茂县到松潘县到九寨沟到若尔盖县的高速公路，那第二条是从茂县到黑水到宏远县的高速公路。 第三条是从汶川到澧县马尔康到阿坝县的高速公路，第四条是从汶川到澧县到金川县到马尔康，最后到壤塘县的高速公路。这个就是我说的四纵。大家再看一下这条线，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一横，连接草地四县的高速公路。如果我们想让这些景点之间的距离啊。 缩短，最省时间的办法就是要打隧道，分别是雅克夏隧道、鹧鸪山隧道、巴郎山隧道。如果我们希望来阿坝州旅游的游客有更好的观感，我们就应该加强各景点景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嗯，比如说像四姑娘山、黄龙、打鼓冰川、梭磨河峡谷，应该是要修双向缆车的。 像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打鼓冰川这样有名的景点，我们就应该要修建高级的酒店和周边的配套设施，扩大客容量。我们还可以利用草地四县的平坦去修建机场。将来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从兰州到成都的火车经过若尔盖和九寨沟县，这样一来呢，我们彻底结束阿坝州没有一寸铁路的现状。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交通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阿坝州的旅游啊，就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好。哎呀，小杨同志说的好，但是啊，我补充一下啊，大家看啊，还可以再修一条。 马九高速，一条若下高速，这样呢，我们阿坝州就从川西北的一隅，一举成为连接西部三省的重要交通枢纽。您说的对，我这个想法呢还是太简单了，太局限在我们阿坝州内，我们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所以回去以后这个方案，我会继续完善的。 小杨同志，我相信你以后会做得更好的，啊，谢谢领导。哎呀，我说远德同志啊，嘿嘿，你平时对年轻同志很包容是吧？嗯，怎么今天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发言，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哎呀，唐副书记啊，你说他那个叫规划。 你说他那个叫规划吗？啊，我看那就是妄想。他知不知道在阿坝州修条路，造价是什么呀？如果这个整法，我看阿坝州给河西北封了。哎呀，既然是规划和设想，你就得允许年轻人把想法说出来嘛。<笑>我倒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啊，敢想、有魄力，是我们干部身上必不可缺的东西。 嗯，是，能看出来，下了一定的功夫，可惜呀，没用到正地方，全都用在纸面上了。哎呀，远德同志，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不是年轻人有点想象力，咱们得以鼓励为主嘛。你说他的设想，对阿坝州的前景规划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我建议啊，让这个年轻人。 多到下面去走走，多多实践。我相信通过这些，
他一定会拿出一个既有想象力又有实际操作可能的规划出来。嗯，这个好。嗯，让他多走走，多看看，多调研啊。好。经过州委州政府的讨论，他们对局里的方案非常满意，思想新颖独特。啊，设计领导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对景点进行实地的考察和调研，再对这个规划方案进行详尽的论证。州委州政府责成我们局进行这次考察调研，局里呢准备派你啊带着人去泉州的各个景点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我在这里啊代表局里表个态，全力支持。要车有车，要人还真没有，你得自己想办法，好吧？行，局长没问题。阿爸阿妈回来了。哎呦，快洗手吃饭了啊。嗯，好嘞。嗯，哎，这个回锅肉再热热啊。哎，快来吧。来吧来吧，我来。哎呀，做什么了？哎呀，我们俩就随便吃的。来。哎呀，高兴了？当然。哦，你看看。哎，陶老爸。嗯。那个明天你就不用让郝放把这个酱牛肉给老姚带过去了啊。哦。我把这个肉现在拿出来都切了，现在就吃，吃不完呢，让老姚明天带到单位吃吧。阿爸。嗯。原来郝局给我的牛肉，是你给他的。哎呀，我还说这个跟我阿妈做的那个味道怎么那么像。谢谢啊，老姚啊。嗯，你要让你自己的这个计划呢切实可行，可不能把自己总是关在办公室里啊，在泉州啊跑跑转转，在可行性上再多考虑考虑啊。我是有这个想法。嗯，这不是正招兵买马吗？嗯，哎呀，好不容易在家吃顿饭，就别谈工作了。是，酱牛肉。嗯，行行行，不谈不谈。既然你想好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嗯。怎么了？不是，我想到今天开会的时候你的表情，我以为你回来会批评我呢。哦，抱着挨批评的态度回来的？是，不是。啊，是吧？一天不批评还不习惯了。你看啊，就冲这些美景，明天找工作的大学生应该都愿意跑到我们这儿来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还是太少了？哎呀，一看你呀，就是没参加过这种招聘会。你就放心吧，这些表格绝对够了。行吧。咱们准备的这些招聘表格没啥用啊。大壮，郝局，您签个字。好。喂，啊，小周啊，怎么了？我是真的没想到，连一个大学生都招不进来啊。有人是愿意来，也是把阿坝州当成跳板，跑上以后啊，调到州外的单位去。这很正常，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嫌咱们这里条件艰苦，待遇低，啊，都去大城市找工作，这是可以理解。是啊，我现在也开始理解我阿爸了。当年我刚从大学毕业，
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到阿坝州工作？哎，对了，你可以去省的中专学校啊去找一找，他们那里一直在为我们代培藏族还有羌族的中专生啊。郝局，这不适合吧？毕竟他们的文化水平还是低了一点啊。受教育程度低，可以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慢慢的提高嘛。但是，一定要有对阿坝州的爱心，啊，这一点是我们所需要的。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去找吧。好。哎，进来。老师你好，这是我的简历。你的简历怎么是空的？什么也没写啊？不知道写什么，老师。你知道旅游局是做什么的吗？旅游局。那你知道旅游是什么吗？老师，我知道旅游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旅游局具体在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不敢乱写，我怕写错了您不要我。你是藏族？对，是。逻辑彭措。老师，我脑子笨，但是我动手能力还可以，我会做很多事，在草原上放牛。挤奶、骑马、钉掌、做饭，这些我都可以。老师，我还会藏语，我可以当翻译。这位同学，你等，那个面试是这儿吗？这是投简历。那你就是收简历的呗。那我面试找谁？我这呢是负责筛选简历，如果有合适的呢，会带到马尔康旅游局的领导来面试。哦，海选嘛，算我一个。简历，罗洪基，对。你的爱好是玩儿啊，职业玩家，这旅游局的工作啊，专业很对口的。那不工作玩儿不是玩得更痛快吗？那不一样啊，这旅游局的工作啊，免费旅游还能挣钱，没什么比这个更痛快，对吧？再说了啊，咱阿坝州好多景点我都还没去过呢。那同学，我问你啊，玩遍这些景点以后。以后你还愿意留在阿坝州工作吗？那个时候我肯定有更高的追求了。换个地方接着玩。你讲话这么直白，你就不怕我不要你啊？嗨，老师，他是藏族，我是羌族，要是去藏区啊，肯定他熟；去羌寨，谁能比我熟啊？但是我们旅游……但是，这个教室啊，就咱们三个人，您不要我，难道？是吧？行，那这样啊，明天呢，你们俩就跟我回马尔康，参加我们旅游局的入职考试和面试。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呢，你们俩就可以入职。当然了，入职以后还有很多的考试，比如说业务能力考试，还有团队协作能力考试。如果你们没有通过的话，你们也不能继续留在旅游局。希望你们心里有个准备。不说好了吗？这面试嘛，怎么还得考啊？你怕了吗？我有他垫底，不怕。杨老师，哎，你没有行李吗？
这个黑导游坑坏这儿了，把我们耗在这儿了。你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啊，你要把我们活耗死在这儿啊！就是，投诉赔偿。大家也知道啊，咱们阿爸这次交通情况就是这样，一时半会儿真的没法子。这请大家耐心等一等，耐心等一等。耐心等等是吧？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把我们活耗在这儿，你得给我解决了。对，兄弟，大家听我说两句啊，听我说两句，我们都是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儿我们慢慢商量，我们来解决，好不好？大家别信他啊，我看啊。 咱们有好好商量，有问题咱们解决。好，好，尽快啊！好，那个，各位，大家安静一下，刚才不好意思，我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啊。我是阿坝州旅游局规划科的科长，叫杨耀洲。我刚刚呢，我跟我们旅游局打了电话，他们马上会安排一辆车过来接你们，好不好？你们就稍安勿躁。还有多久？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怎么又累又渴？那怎么解决？哦，刚好我车上有一箱水，你去拿。不是，你看这……不是，你看这……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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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当然有了，想吃什么都有。要不要门票？加不加钱？不用门票，免费啊，免费，免费的啊。这个大白啊，这个消费啊，全凭大家自愿。你想想，去人家家里边啊，喝了酥油茶，吃了糌粑。 不给钱也不合适，对吧？是，是一个道理吧？大家想想，这台车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抛锚了？这说明什么呀？为什么？说明你们跟这个藏寨啊，它有缘分呐！是的，是的，是吧？大家去看看啊，好不好？行，来来来来来，哎，喂，亲爱的旅客朋友们。 欢迎来到阿坝州，那么我们出发吧。啊，来来来来来，大家跟紧了啊！大家边走啊，可以边看看这大山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等咱们一会儿到了藏寨那边，我也去吧。可以边喝着酥油茶，边欣赏着美丽的风景。我估计他不会说藏语，我怕他跟藏民沟通的时候不太方便。啊，好，你去吧。那我也去了啊。 我说姚州啊，你挑来挑去，为什么就看上他们俩了？尤其这个罗洪基，这总想着怎么玩儿，我是怕他工作起来不踏实啊。啊，郝局，这个您放心，对他们俩的个性啊，我还是有了解的。这个罗洪基呢，虽然有点贪玩，但很聪明，主意多。这个罗吉本错呢，他这个人虽然有点木讷，但很踏实，能吃苦。 所以我是想带着他们俩一起跟我调研。
让他们也磨练一下，迅速成长。哎，来，你可以拍一拍这边，这个地方的风景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看到这个啊，阿坝州全域旅游的示范区。今天我们这儿展示的就是阿坝州比较典型的几个景区。阿坝州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可以通过一地三廊三圈三环线六片区14个村镇作为旅游产业的布局。我们阿坝州全域旅游以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大谷冰川、若尔盖大草原为代表的不同层级的 A 级景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阿坝州打造成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名的旅游目的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阿坝州，想来到我们阿坝州。所以今天我们展现的这个全域旅游呢，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我相信里面还有很多不足的，所以希望领导也好，各位同事也好，如果有好的建议，一定要给我们，好不好？谢谢。好。哎，说得非常好啊！在我看来，你的这个方案本身规划设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各个方面都是比较成熟，是一个非常好的蓝图。但是实话实说啊，你的这个想法规划实施起来难度非常的大，难度呢主要是来源于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我想在短时间之内很难集中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做这么大一件事。嗯，郝局啊，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想到了，之前我们也考虑到了，正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工程啊，所以必须是分批实施。那我们这个方案的入手点在哪呢？就是我们阿坝州最有名的两个景点九寨沟和黄龙入手，把九黄环线啊作为延长线向北延伸到若尔盖草原的九曲黄河第一湾，再到红原的月牙湾，穿过折谷山以后，到了澧县的逼棚沟、固尔沟、桃坪羌寨。如果你是飞机游客呢，你就可以绕道茂县，到松潘、川珠寺，最后到九黄机场坐飞机回家。如果你是骑车游客呢，刚好你到汶川以后，
直接到成都，坐飞机走。所以我是想，有没有可能集中火力，先打造一个小环线作为大环线的试点，等我们的技术也好，财力也好，都成熟以后，我们一步一步拓展开，把阿坝州全域旅游的大环线给做完整。哎呀，你小子啊，开会开始讲策略了啊，专门对付我们这帮老家伙啊。哎呦，豪俊啊，我哪敢啊，我不也是想做件事儿吗？总得要讲究方式方法，当然最关键还是要得到您的支持啊。工作这两年你确实成熟了很多呀。以前我是记性太多，用脑太少了。不过你的提议在会议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咱们阿坝州现在旅游的重中之重还是九寨和黄龙，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肯定没错啊，我会全力的支持你的。同时我也会尽快的向周伟州政府再做一次汇报，争取把这个事儿往前推一下。谢谢郝局。